头部，头部，喝东西，等一下。阿凯，你头走，我一直在等。阿甘嘞？回家了。我这边看不见。那个，你回答点的，回答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他，还要打醒，还要对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先跟教练敬礼，先教练敬礼。要进去前要先跟教练敬礼才进去。对啊。对打动作。两个都对打动作。两个都对打动作。跨出去。两个要同边，两个同边。两个同边，两个同边。哎，你要同边，对。好。所以刚才考的什么上段上？他不是一个飞，一个飞是两个是站中距，这个是两个是一样。好，所以是非常多像在练非常一样，所以是可以动，但是不会上段和中段。你要防守就对的。对，他们四个防守。对对对。我们上段他会控制。对，你要逆击。没有。对对对。但是不是故意的，你们自己动，因为他会要飞。你也要飞。所以你要抓距离，你要抓到那个可以打的距离，不是站距离，要站距离的给他打。好。好，非常目标，没有。好，那你飞打的就是正常。OK。好，你飞打的，你就打开飞打的就是正常。第一个规定是三段，规定三段，规定三段。好，小动作。对，这两段都记得了。对，小动作，哎。哎。好，测距离啊。你要看他，不是看那个。你要，他要测前进的距离，他要测防守的距离。好，动作。你要挡开，挡开逆击。等等，他攻击对啊，他上段呢、啊。他攻击上段了、啊。他会对这边。一定同手同脚，他同手同脚。对，他可能是那只手，可能是这只手。对。对。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对，你这样懂了吗？好，这样了解的，游戏规则就是这样。对他主要手不一定。对。好，说哪一个拳不一定，反正就是打就对了。好。哎。哎，打断。你要逆击打开。你晋级。打到，打完以后，这句你不要两个打完，这句别在一起了。你要像是正常的对打，哎，只是一次而已。你只要左手挡就对了。你要左手挡就对了，然后逆击。啊。龙哥，哎。哎。要你动，这不是就是对的。打完以后，你要退回去的。你打完以后，你要。